就是刚才的教堂的外面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旁边这个红色的是另外一个教堂，等一下我们会进去。现在是在那个红色顶的教堂，显然这里比较朴素一点，也比较新一点。这是地板上的，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墓碑。现在欧洲很多教堂平常都是播放录带而已，